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一块苹果。一块苹果。二，写字，写字。三，开出租车，开出租车。四，做饭，做饭。五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他喜欢上午喝杯茶，他喜欢上午喝杯茶。七，狗狗，你看电脑里是什么？狗狗，你看电脑里是什么？八，我今年16岁了，我今年16岁了。九，
这是小猫爱吃的东西。这是小猫爱吃的东西。十，这些书你都读了吗？这些书你都读了吗？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能看见儿子在哪儿吗？在那儿，我看见他了。十一，能看见儿子在哪儿吗？在那儿，我看见他了。十二，太漂亮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十二，太漂亮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十三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6:35。十三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6:35。十四，喂，你好，是小李吗？小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小李。十四，喂，你好，是小李吗？小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小李。十五，这上面没有我的名字。有，在这儿呢，下面。十五，这上面没有我的名字。有，在这儿呢，下面。第四部分，
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在飞机上，爸爸听见后面有人叫他。谁在飞机上？在飞机上，爸爸听见后面有人叫他。谁在飞机上？十七，我的电话是2790。他的电话是多少？我的电话是2790。他的电话是多少？十八，我要这几本书，多少钱？他在买什么？我要这几本书，多少钱？他在买什么？十九，下午我们去火车站，有个朋友来北京住几天。他们下午去哪儿？下午我们去火车站，有个朋友来北京住几天。他们下午去哪儿？二十，现在是11月11日。11点11分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11月11日11点11分。现在几点了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